大家好，我叫潘毅，我来自繁华的上海，我现在在一家女仆咖啡主题馆上班。我在那三一万岁，我是金城。一天一天，我在这个店呢，主要就负责为客人点单、陪客人拍照，还有和客人玩游戏。一天一滴，我都能感应。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射手座的女生。平时比较爱闹爱折腾一些，但是只要是我空在家里面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比较安静，听听音乐啊，看看书之类的。或者是陪陪我们家小狗。偶尔也会做一些好吃的点心分享给我们家里人一起吃。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快点把自己嫁出去，越早越好。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我的话，那请你快点到台上来把我带走吧。欢迎来到江苏卫视步步高音乐手机《非诚勿扰》，有请主持人孟非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江苏卫视星海交友节目《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》，大家好，我是孟非。我们的节目开播到现在，收视率持续攀升，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越来越多。我说话这会儿估计还有电话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同事跟我说，按照我们的播出的这个密度来说，可能已经排到了2012年，所以废话少说，抓紧时间多配一对是一对，请出我们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。女生，欢迎你们，请亮灯。赵银星，你穿的这是护士服吗？是啊。这是你工作的衣服吗？对。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好吗？我是那个精神科的护士，然后我是来这儿找一个那个精神正常的男朋友，这是我的目的。找一个精神正常的你啊，对，你工作当中经常碰到不正常的。对，我问一下，你觉得我和乐嘉老师比起来，哪一个精神更接近于不正常？怎么说呀？因为那个，乐嘉老师是学心理学的，我不敢说的太多，说的太深。哦。你怕他待会儿对你下毒手是吧？好，不用担心了，我们抓紧时间来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每轮24位女生通过爱之初体验、爱之再判断、爱之终觉选三关来了解同一位男生，在此期间女生亮灯表示愿意继续，灭灯表示不愿意。如果场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灯，那么主持人将询问男生意见，同意则速配成功。如果场上所有女生都灭灯，此男生必须离场。三关之后仍由多位女生亮灯，则全力逆转，男生将有机会主动挑选自己心仪的女生。为了鼓励我们的男生勇于表现自己，我们栏目组对于进入到男生特权的男嘉宾给出我们的约会基金，1盏灯100块钱，如果24盏灯全部亮着，我们送出双人欧洲10日游，所以大家要努力。有请今晚的1号男生。1号男嘉宾乐嘉，今年35岁。欢迎你。之所以这样出来是。
乐嘉自己的要求，他也想体会一下，因为他的工作是要感受所有人的那种心理状况，所以他想感受一下男嘉宾从这儿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。要跟女嘉宾要交代一下，这个体验无法替代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坐在这个台下的话是坐在说话呢不嫌腰疼，所以我要感受一下这个作为男性在台后的这种内心的感受。这个我现在可以明白，就是你知道当枪决一个犯人的时候，真正开枪的时候是不恐怖的，在执行枪决之前那个等待的时间，那种内心深处的痛苦，所以我可以很理解他们。赵银星，你觉得这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说出来的话吗？有点晕。咱们也试一下啊，来，24位女生对你面前的这位叫乐嘉的男人，什么样的印象请考虑。你上次几展？我只要比你多，我心里就平衡。你跟我比什么呀？请决定。没关系，我们有时间慢慢等。灯坏了吗？哎，导播，灯坏了。我成绩比你成绩好。好吧，谢谢啊。我们要鼓励一下，像维多利亚、像琳娜、像杨文君、马诺这样的。意志坚定的，甭管他是谁，不喜欢就直接把他灭了。好，你们四个等着瞧。好，一个小小的玩笑，抓紧时间请出今天真正的一号男生。大家好，我叫黄飞，24岁，欢迎你。你是我看到这么多期开场最腼腆的，还没走到地方半道就开始说，比较紧张。面前 我可以理解你的紧张，对对对，我可以理解，体会过了。面前24位女生，抓紧时间看一下，谁让你一见钟情？能不能最后把他请出来，要看你能不能进入到男生权力。有信心没有？还行吧。好，对面的24位，对于这么腼腆出场的这位男同学有什么样的印象请考虑。请选择。18盏灯，成绩应该是相当不错的。胡元君，哎，我觉得他就是那个特腼腆，我有一种特别想保护他的欲望。难得有男生激起你这样的一种欲望。杨文君呢？胡元君说要保护他，那我退出。胡元君，你人缘挺好的啊。谢谢姐妹们支持啊。他们想把我早点嫁出去，我们都希望你早点嫁出去。谢谢谢谢。看这个意思，我不能再往下问了，抓紧时间看他的个人基本资料。大家好，我叫黄飞，现在在金家厨房。目前现在收入的话，有时候不是很稳定，大概4-5千块钱，有时候好一点，有时候差一点，因为做生意这个东西不是说能好就好，希望把我们的康宏8号，开的比较多，在南京有更多连锁，可以引领南京的球市，让南京的台球得到很好的发展。球盏灯还亮着，谢佳，你喜欢这个运动吗？我不喜欢桌球，不过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领域，而且我对他的那个人生规划挺感兴趣的。我认为如果做生意就不应该小富即安，就应该多开几家店，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体验这种新的爱好。我特别喜欢听你说话。哎，谢谢你在这些女孩当中说话显得永远那么有条理有想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特别清楚。乐嘉老师，我也特想说，我对谢佳说的话也很有兴趣，我很想向你请教一下谢佳。好的。这个台上的男嘉宾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有很多。